薛家燕日前在网上发起抗疫十字步挑战，得到不少圈中好友支持。这日他还邀请了陈山聪一起来积极表演。因为大家知道陈山聪很注重健康的，原来他每天都去跑步的，那我就现在做了抗疫十字步，所以我又要挑战陈山聪跟我一起跳抗疫十字步，对不对？好掂，想不到他真的跳得很好。我想问你回去会不会教你太太啊？当然会啦，因为他不出得街，又没得走来走去嘛。是。那跳下十字步轻松下又不剧烈。是。因为医生说不可以做剧烈运动，但是刚才佳燕姐有个十字步很轻巧嘛。是。还有又可以动一手。没错啦。不可以成日只坐在沙发上的。OK， 靓仔。作为准爸爸的山聪，有没有趁机向佳燕妈妈讨教啲丑仔经啊？知道山聪就来做爸爸啦，他都很紧张。有一样嘢我做。聽到我都係好開心。佢話咧，佢緊張太太啦，每次咧都同佢去做呢個復檢嘅。咁我身為有三個 B B 嘅媽咪咧，我覺得先生陪太太去做復檢咧係好重要嘅事，因為當年咧我先生好忙咧，就冇乜陪我復檢，我心裏頭感覺好唔舒服，因為個小朋友係兩夫妻點樣睇住佢成長進展嘅嘛，係嘛？所以我話係喎，應該係咁做。咁大家都要知道，原來咧太太去做呢個檢查，先生要陪佢去。你每一次都去噶嘛？係啊，每一次，因為咁啱呢段時間我又放假啦。啊。咁變咗又咁嘅疫情啦，咁我一定要車住佢。第一啦，咁當然又要陪佢啦。同埋我自己都好想即係睇下仔仔一路成長嗰個過程係點咯，又就即真係由一粒牙咁細開始慢慢依家又慢慢喺度 build up 咁樣，所以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係啊，除咗嘉燕媽媽，好似圈中都有唔少朋友出手相助喎。哦，一定啦，嗱虎仔啦、樂意啦、敏芝啦，同埋阿子善。因為之前同埋我做營嘅時候咧，子善啱啱又生咗小朋友嘛，咁佢又係佢小朋友又好細啊嘛。係。咁佢就已經講喂嗱，因為佢阿子善咧就嗌我做阿叔嘅。哦，係啊，阿叔，你有啲咩唔明？你記得叫老婆打俾我老婆啊。哦。因為佢哋話佢嗰陣時佢咩都唔識。嗯。佢就周圍去問。問人。即係佢覺得咧，原來你當你唔識嘅時候，你無助嘅時候咧，你有人解答你咧，係真係好遠㗎。咁佢就已經俾曬貼士我啊，有啲咩需要啊，點樣點樣啊。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我令到我好安心啊。即係話將來真係 B B 出咗世，萬一有啲咩小問題嘅，我都即刻揾到人去幫我解答咗先。咁依個好重要咯，係啊。